8月3日，李湘晒出近照，带着王诗龄赴日度假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已经13岁的王诗龄，五官看起来立体又精致。不过，王诗龄的穿搭有些厚实，日本的气温高达36度，她却穿着一件加绒的棉布外套，内里的衣服看起来格外保暖，与身旁的路人形成鲜明的对比，简直一边是冬天，一边是夏天。除此之外，李湘母女俩还单独预约了顶级寿司酒店用餐，屋内繁花似锦，不论是地面还是天花板，看起来格外高级奢侈。不得不说，有钱人就是任性。王诗龄还特意拿出手机拍摄，可见如此奢华的大餐，她也是第一次见。期间，李湘母女还点了一瓶洋酒助兴，但等到寿司上场后，面前的洋酒却成了空瓶。看来两人酒量很不错，李湘母女俩不顾台风的影响赴日旅行。对此，有网友吐槽：“我们在家救灾。”还有网友表示：“不敢想象王诗龄有多幸福。”如今王诗龄的假期快结束了，也希望母女俩旅途愉快吧。对此，你怎么看呢？